你要去打鼓吗？我要去打人。没有啊，打人是晚上。你要拿麦克风打人是不是？你要拿麦克风打人，没有错。要甩麦克风，把麦克风丢出去。你要 drop mic？ 没有要 drop mic， 我是麦直接 drop 在别人脸上。主唱的拿着麦的功就是为了打人。那什么时候过去？差不多了，有点赶，所以我现在赶着过去了。嗯，俊杰，哪个？